徐若瑄不避孕谋当妈，牵手老公预习母亲节。哦，小父亲，我的父亲，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。这一路有事情，有事情都没有关系，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。39岁 Vivian 和新婚老公李云峰拎着行李去哪儿啊？斌哥昨天下午在桃园机场捕获这对新婚小夫妻 ，Vivian 拎着大包小包，还有2台车的行李，啊，是要搬家吗？还有青青老公负责搬行李 ，Vivian 只要放上可爱的笑容，夫妻俩不断交头接耳。Vivian 突然蹲下整理行李，老公也立马蹲下。下次别带那么多东西呀、啊，内裤、下灰机再买就好了。开玩笑的，还是赶快来问问小夫妻要飞去哪啊？哦，十指紧扣呢，好闪好闪哦！不好意思，我们是苹果日报。请问一下，6月在巴厘岛婚礼会请圈内的好友一人一起共襄盛举吗？还没有邀约。林姐有生子计划吗？小心小心小心！谢谢。有做人计划吗？谢谢谢谢。Vivian 似乎也稍微圆润一点点，都是因为要调养身体，跟着老公早睡早起，而夫妻俩无意的避孕了，就是希望 baby 早日达阵。打算回新加坡吗？回家。新手人妻的第一个母亲节要陪老公回新加坡，母亲节快乐！这画面实在太粉红了，新大哥都快瞎啦。而 Vivian 升格人妻后，以富为贵，拍婚纱地点都是老公决定。李云峰砸100万带 Vivian 回到自己求学的西澳拍婚纱照， Vivian 穿上交往节送的百万婚纱，由姐夫苏一良找镜拍摄，风格唯美，但也有 Vivian 超爱的摇滚歌星 feel。 Vivian 最近则是专心准备6月29号巴厘岛私人婚礼，还有7月23号的台北归宁宴。为了 online 新娘子好漂亮哦，巴岛